行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行。哎呀，真的很励一下啊！杀青快乐！今天我要在横店拍戏了，合作的明星有徐凯、吴谨言。Can you feel it？ 这衣服一看就是大官，看这玉佩，一呼百应。老师您好，我们在这边拍戏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开始。说台词，放饭了。今天这饭挺好吃的，谢了。鱼香肉丝，你最爱，去吧。为什么全是主食啊？这是要太瘦了，多吃点儿。拿走，拿走了。哼，饭桶，放饭了。对啊。一个寂寞世界的傻瓜。确定这是西餐？嗯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届的上食厨王争霸赛。我做的是白干火焰虾，热油淋至八成，再倒入高度老白干点燃，完全挥发后熄灭，下手恰到好处，肉质鲜嫩，酒香。这一道西餐是我选用东北大米帅手淘洗，先泡后炖，小火熬煮了180分钟，味道至高无上。你确定这是西餐？嗯呢，这不就是粥吗？啊对呀、啊，西餐。